再一次的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呢，他的名字相当的特别，也相当的有记忆点是童话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叫《Love Song》。谢谢童话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啊，终于唱完了。哎呀，紧张啊！参加过这么多次的比赛，今天还会紧张吗？你跟大家说。会，还会紧张，每一次上台都会紧张。对，代表你对这个舞台的尊重啦。我想呢，请到的就是我们的亮哥，好不好？针对呢，我们刚刚童话的演出，你也从 audition 看到现在。我们老弟弟看到童话，听到童话，就觉得真是惊为天人。可是你今天状况是不是不是很好？我先要问一下。紧张除了紧张之外身体状况都应该 OK 吗？好，我会这样问的，就是说其实当时我一看到你选这首歌，我就知道哎，这个小丫头存心来炫技，因为这首歌的难唱，那跟你在舞台上的表演，你绝对整个台风整个的情感情绪都到位，可是在唱功方面呢，今天稍微就有一点没有到位了，不管是整个换气也好，整高低音的转换，甚至高你的假音的部分，我觉得这不是，如果说你敢选这首歌，你要重新来炫技就要炫到底，要不然会让人觉得真的有点不自量力选这首歌，所以我才问你说今天状况好不好。还行所以我觉得应该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正式的演出，应该选一个你最有把握的，将来再去如果晋级再去挑战，要不然一下人家说啊你就是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点冒险。如果真的有机会再迈进的话呢，我们就好好的选歌，对不对？好，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是熟面孔了，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三年之前呢，虽然说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名次，但是他又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现场了。要来欢迎的就是 Janet 哦 ，Janet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 Benny and Jets， 欢迎 Janet。Change the weather. We'll kill the fatty calf tonight. So stick around. You're gonna hear electric music, solid walls of sound. Say, can you, Ronnie, have a sing of you? Ooh, but the soul is spaced out. Benny and the Jets. Oh, but the wind.
for Benny and the Jets。Janet， 非常的开心又看到你了，对不对？三年前的时间呢，你也曾经站在这个舞台上面，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你上次比赛呢，你学到了什么？这一次有什么改变？我就是觉得必须要，在舞台上要放开，更放开。其实，我想讲的，就是你从在这个 audition 到今天，我很喜欢你唱，不管任何的歌，你的脸上一定都会有一个非常甜美的笑容。年仅只有16岁，伊娃，你觉得啊，针对她今天的这一身的穿着，伊娃老师，想要讲呢？目前来讲，我是看她最搭的一个，对，尤其因为她的那个眼线啊的画的那种感觉，当她一笑的时候，有那种带那种会勾人的那种，就感觉上非常的甜。对，所以我今天觉得，而且因为他的声音也非常的洪亮，我想这个等一下由别的老师来评语他的这个唱法，但以他整个的造型来讲，我觉得他今天有用到心，然后整个感觉上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阳光，然后他的笑容还有刚才讲到要放得开，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他今天有做到。谢谢伊娃老师。永生新人王呢，好看就好看在这个地方哦，不仅仅呢是唱功要了得，其实每个小细节包含了妆容自己也是要注意的。好了，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一些这种 RMB 啦转音技巧很高超的参赛者的话呢，那你现在一定要赶快锁定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呢要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带给大家的就是呢非常爱转音的参赛者，他到底是谁呢？等一下告诉你。冠名赞助 McDonald's， 首席赞助 Zepter 在普特精品电视，荣誉赞助立丰律师事务所、华美银行、中华航空、乐纯珍稀滋补精华系列、金兰食品、奥时宝马、晴天电讯，感谢协力伙伴。欢迎您回到我们东森新人王节目的现场，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颜心雨了，他要带来的歌曲是《慢慢》。泪慢慢流，慢慢收，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心语哦，我很想要知道的就是，当初你为什么会想来报名我们的东森新人王？
就是其实我去年有参加过，但是就被淘汰了。对，然后一气之下就开始吃，是不是？去年好像还更胖一点。对对，一气之下有瘦身。想要瘦，但是就是而且今年就是我宝宝出生了。啊，恭喜恭喜恭喜啊！这个样子我们也就不好再多说你什么了啊。可能针对刚刚的这个唱功我想请教的就是我们的赵老师，非常仔细的聘用了我的专业所有的专业知识来挑他的毛病，我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哇，我发现呢，他在唱的时候他脑子里面可能有一些音阶在那边想象，所以每一个音他都有到位，当然除了非常少数的几个音呢要跑掉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有职业的水准。哇，太棒了太棒了，我们的亮哥其实也是要补充的。星宇去年的失败汲取了什么样的教训？去年其实我觉得去年可能形象就是我觉得可能形象没有比较好。不是我跟你讲，赵老师说今年也还不怎么样，对不对？对，我们绝对不是以形象。可能去年我觉得就是可能唱歌唱的比较久，然后也有比较多的参赛经验，但是可能在台上我会给人感觉就是不那么真诚吧，唱歌，所以我今年就有改掉一些比较油的地方。Yeah, 对，没错，感觉到你真的是在这方面有下了努力，然后唱歌的诚恳度又增加了。那就像这个我们赵老师讲的，真的是好挑不出毛病，这是好事吗？其实不是好事。我们常常讲参加新人王的歌唱比赛或任何歌唱比赛，要出人头地，要拿到高名次，就不是只有好一个字，要有特色，要让人记得出，哦，这是严心宇唱的比不是张学友的歌，是这严心宇的歌。所以我们就说你今天真的表现没有问题，到米其林两是我的最高分。可是我很担心，就是说接下来如果同样的表演模式，就你的成就就只有到这里。这个我就要讲，你要怎么去突破，去跟你的外表或者形象完美没关系。好的，谢谢亮哥，也谢谢赵老师，在这个阶段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这边也恭喜星宇喽。好，接下来呢要登场的这一位呢，哇，23岁的倪恩哦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很敢选歌，选叮当的《我爱他》，我们来欣赏一下。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被他唯一遗憾是分手那天，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若那一刻重来我不哭，他知道我可以很好，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我爱他身上过却不会忘，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情节有多坏都不肯醒来，我爱他谢怡恩哦。我问你哦，你觉得今天选这一首歌曲，还有针对今天的演出给你的机会来告诉大家，你觉得老实说准备的够不够，足不足？完全不够。来，妹姐，你刚刚听到，我知道你才听几句而已，马上低头就开始写字了，这个写的部分的内容还好，他自己知道他准备的完全不够。当然你说忘词的部分这个就撇开不谈 ，OK。选一首《叮当》这么经典的歌，其实本来希望是跟你的声线跟呈现的方式可以有一些加分的，结果没有想到做到扣分。
怎么讲呢，你我记得你在audition讲的时候是希望这次的比赛挑战自己，但是我觉得挑战自己的精神很好，但是对观众跟爱唱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交代。我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如果你真的还是这么热爱唱歌的话，真的找个老师好好的学一学，然后自己其实蛮有特色的这个音色能够有比较好的发挥了。 OK， 他的唱歌方面真的是需要加强，但是在造型上他还是有用到了一点心，对，这个是唯一我们还可以跟他鼓励一下的你看他的指甲整个来讲基本上是有用到心，这是我们给他的一个，但是在歌，因为我们今天是歌唱比赛，所以在他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还是很重要，希望他在歌唱的准备工作跟他的造型方面他能够同样的并重，我想对他将来是有好的。谢谢伊巴老师了，好，继续努力了。接下来要来登场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 Jennifer， 她也是非常的敢选歌呢，选的呢这一名呢是我相当欣赏的 Sam Smith 的疯狂真假音转换机器，我觉得 Sam Smith 他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Make It To Me， 让我们来欢迎 Jennifer。 Jennifer，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这首歌在写什么 ？Sam Smith 在唱什么？他 Sam Smith 他是一个很 powerful person，他被他 heartbroken by 很多人，and all you know 他是同性恋的，and 我 to support 他，因为他 to brave， 他唱这么 powerful 的 song， 我想用他的歌在 represent what 我 feel。好。你觉得尹涛老师针对刚刚 Jennifer 的这段，你有没有被感动到？你有没有觉得说哦，有 feel 到的感觉？尹涛老师针对我们刚刚 Jennifer 的这段演出，有，我是有感觉到你的感受。是，不过我想把比较专业的这个部分交给赵老师来说。可是你有被感觉到，那么呢，我们的赵老师针对这个，你有感应感觉吗？我说过了吗？我的专业就是精通台语。超过两万首的卡拉，真的很厉害。所以呢，我刚刚听到了，当然我知道这首歌曲它是经过了很深的感受去诠释。当然我说的，那我只能用我的专业，就是说，当然你要把每一个音，每一个音在你的脑子里面都是有一要交代的很清楚，哪怕是一个转音，这个转音里面有几个音，你也是要交代清楚。所以不在那个时候你不能凭记忆跟感觉去唱这些歌，这些歌要交代清楚。那回到我一个老方法，就是说你把卡拉在耳机里面把你自己的声音再录下来好好听一次，你会更进步。谢谢赵老师。回家之后呢 Jennifer 可以看一下今天的播出，看一下今天表现的怎么样了。好，继续加油那我想呢，这个每一位参赛者今天是都拼了啦，我们看到呢有这种小清新的啦，还有非常漂亮的女生的啦，
我想接下来给大家一点饶舌的好了，不过给大家一点时间先休息一下，先喝一口水，广告回来之后呢带给大家一点比较嘻哈比较饶舌感觉的，他到底是谁呢？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冠名赞助 McDonald's， 首席赞助 Zepter 在普特精品电视，荣誉赞助立丰律师事务所，华美银行，中华航空，乐纯珍稀滋补精华系列，金兰食品，奥时宝马，晴天电讯，感谢协力伙伴。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我讲过了，这个阶段给大家一点嘻哈一点的音乐元素了。要欢迎的呢是哦 Tony 呢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哦，他是把这个 The Weeknd 的 Hills 呢改编变成了 Don't Love Me， 欢迎 Tony。Time in the studio to maintain. Stay ballin' like Simon, Joe told to Washington. Getting paper, good water, ate it so tight. And don't let me know. Don't let me know. Don't let me, don't let me, don't let me know. 谢谢。不错，这是你自己改编的歌曲。我们刚刚看到呢， yes. 这个 Tony 带来了这一首 Don't Love Me， 跟大家分享一下， yeah. 为什么会想要将这首歌改编成 Don't Love Me？ 其实刚开始练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没有我自己的 flavor， 跟我自己的风格。是，然后后来就想要 you know 加我自己的 style into it。你们嘻哈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左右摇摆，左右摇摆。对 ，Yeah， just feeling good. Okay， this is like a grooving， right？ Like, yes， right, just grooving. Yeah。我们来看一下亮哥，你觉得刚刚的这段 Tony 他自己改编的歌曲，我觉得在他身上我看到其实东征新人王的真正的精神。我们是找寻全在美国华裔的年轻人。那当然，我不是说今天唱歌一定要按照亚洲的模式来唱歌，可是我在 Tony 身上就看到了，哦，这是真的是美国 ABC 又努力的向亚洲文化去做这个展现。所以呢，我比较感动，我们真的取他感动到我的地方是他的努力跟他的进步，尤其是我们在表演的时候讲的所谓的精神跟精髓。像这样的 rap 的东西，最重要是 attitude。他所有的 attitude 从开始准备进歌，然后准备动作，然后开始唱。我刚刚以为他不会把拿就拿起来了，我就对了。当然有一些还没有到位，可能还有点紧张，可是那个味道有。哎，不错，这你看一笑呢，这个两座小桥哦，非常的有记忆点啦，好不好？所以呢，今天的 attitude 呢还不错，而且有征服呢整个舞台的感觉，继续努力了。接下来呢，要来登场的这一名呢是我们的龚彦霖啦。彦霖呢要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哦，是胡彦斌呢在2008年专辑里面所收录的这一首歌曲《男人 KTV》，欢迎他。
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一对男人下了班不回去，十几个人关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着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走得好缓慢，陈奕迅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男人歌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选了一首呢相当难唱，来自于呢胡彦斌的这一首歌曲，需要说故事感觉演唱出来的歌曲。我来问一点轻松一点的问题好了，眼泪有没有曾经想过，如果啦真的啦拿到了东森犀牛毛，你可以呢带走美金10000块钱的话，有没有想过你要做什么？拿这一万块，拿这一万块，先给家人花啊、哦，先给家人花。我给你一点时间想，因为需不需要想呢其实你等一下就知道了。来，我想请教的就是我们的赵老师，他呢自己说他对高音还蛮有自信的。赵老师觉得他刚刚有交代清楚，可能要先花10000块请个歌唱老师再加强训练。还请他放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细节的部分都没有注意，高音你能注目的地方你都可以唱得很好，可是细节你只要一过了那个高潮的部分你就完全不管，还是要多加练习。如果说你心情沉重起来了，家人的钱就这样子飞走了，需要请这个，如果真的有10000块需要请这个老师了，好，没有关系，我收你200就好啊，我收你200就好。好了，接下来呢要欢迎到的这一位呢也是美女哦，是我们的心灵，她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哦，曾经呢在这个美国电台呢也是 Top 40的，这首歌呢原本是来自 Rihanna 的 Unfaithful， 让我们来欢迎心灵带来的演出。心灵，你现在呢已经21岁了，我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恋爱的经验？有恋爱的经验，有没有像这首歌一样好像被人 unfaithful 过？没有关系，勇敢的大声讲出来，你要讲名字我们会把你逼掉好不好？
你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应该不是这样的，就是像 Rihanna 这首歌的那个角色吧。因为我想讲的原因是因为哦，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Rihanna 她有一种比较气氛、比较有态度一点的演出。我觉得刚刚呢，至少我自己啦，在下面呢是觉得好像没有一点点那种 unfaithful 的那种 attitude 的感觉。尹棠老师，你觉得针对我们刚刚这一名美女，她带来的这段演出，你的评语是觉得有没有到位？我觉得她唱得很好，虽然她只有21岁，但是这套歌她有把那个感情给唱进去。那我是听她这套歌的时候，我才注意去看一下，哎，她才只有21，这个感情的这个她的感情的到位，我觉得是相当的成熟。那么歌曲方面，我也觉得她的音色也很好，所以今天我给她最高。我同意，可是呢，在整个的演出来讲，还是有一点点可以进步的空间。我先要讲夸赞他的地方，就是刚刚你讲了这个舞台花了那么多钱弄，好像都没讲，但是不见得到处走。他像他一开始眼神就出来那个气势出来之后，走个几步其实也够了。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其实这首歌你诠释得很好，只是说我们在练习中跟你讲了使用麦克风的技巧，你常常把头偏掉了，那个情绪就不见了。本来我觉得听得很入迷的哦，你要到了高潮，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偏那几个漂亮的音就不见了，就很可惜。所以这个地方要真的这个小技巧要加强一下。啊，那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你说说是不是？没有关系，如果有机会真的成功挤到我们的复赛的话，好不好？你就给他放在你的嘴边啦，好不好？好了，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让大家呢先休息一下了。广告回来之后，来想想看，我来给呢观众朋友呢一点点深情的，再一点点动感的，有办法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告诉你。冠名赞助 ：McDonald's， 首席赞助 ：Zepter 赛普特精品电视。荣誉赞助立丰律师事务所、华美银行、中华航空、乐纯珍稀滋补精华系列、金兰食品、奥时宝马、晴天电讯，感谢协力伙伴。回到我们2015年东森新人王洛杉矶赛区初赛的现场了。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詹逸勋，要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哦，是充满回忆的歌曲《末班车》。这一次回首，恐怕再没机会问候。怀你躲进我双手，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车要开了，路到了尽头，回头是我拥有心口的人，好好走。很棒很棒，我们的逸勋哦带来了这首歌曲，有一种詹董的感觉。你今天穿成这个样子哦，啊，有詹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其实这不是你第一次比赛了，对不对？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好，那这之中有没有什么改变？还有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上一次没有办法成功的挤进？上一次本身就是自己的状况不太好，对，然后就是后来经过了评审的，听了评审的意见以后，我就回家，就是尽量把那些缺点改掉。
好，那些缺点有没有完全性的改掉？我想请教的就是我们的赵老师了。刚刚听完了我们的詹总的这一段演出，如果刚刚那一位要花10000块的话，你大概要花5000，因为还是有很多细节交代不清，可能要去再多加练习，而且要至少一首歌要练习30次、50次，然后把音录下来，把缺点记起来，再重唱一次，太多细节没有照顾到，紧张哦，这个也是多练习啊。其实我觉得评审老师真的很一致哦，因为我记得你在海选的时候呢，亮哥就讲到了，说你选歌你一定要选一首你很熟的歌，一定要选一首非常熟的歌。今天你选这首末班车，良心说熟不熟？很熟，已经很熟了。好，如果呢下次有办法的话，你要自己计算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讲到了，一直不停的重复去听，重复的去唱，继续加油了，好不好？好，我们听完了深情的，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比较动感一点点的，好不好？给大家 happy 动感一点点的这一名呢，就是我们的 Stella 了。Stella 经常带来的这首歌呢，叫做 Good Day， 欢迎 Stella。这个一个鞠躬就知道呢筋有多软啊，我们刚刚舞台工程师都笑开了，唯一的一位呢运用到整个台，而且还有一点我一定要给你嘉奖的，就是我们场内这么多台哦，摄影机他还知道随时要看哪一台，哪一台有在亮，你都有在注意到。还有一点呢很特别，就是你全程是用这个美声的方法把它演唱完了，有学过 opera 是不是？有学过这首歌适合 opera 来演唱吗？亮哥你觉得针对我们刚刚 Stella 的这段演出，先要嘉奖一下这个，他有用心设计整个过程，而且展现他的才艺啊，很短时间知道，他有舞蹈基础，现在在 opening 的大家可以注意他站的姿势都是，你知道 ？Yeah， 好，我们在 audition 就已经提醒过你，以你的受过 opera 的训练来唱 pop 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而且那我也希望你能够尝试不同的曲风或不同的演示的方式。那问你说你这首歌呢，不但是 pop， 而且还是韩风的 pop， 然后又是有快歌的那种感觉，听起来就有一点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我想应该是觉得是一个新的创举，还是说应该说这是唱什么东西？是会请教一下这歌到底讲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你跟涛老师分享一下你刚刚这首歌里面的内容。 The song is talking about a girl who's telling the guy that she likes him on a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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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day, and she's saying please please make this a good day, but he says no, so so she's it's a little sadBut it's a really good day, so. 他很有企图心啊，我感觉到企图心，但是我跟亮哥这次有同感，这个企图心真的是要给自己更多的挑战，突破，不要只习惯用美声的唱法。如果你的声音真的不错，改变一下唱的习惯 ，OK， 也许
真的找个老师，哎，学一下，学一个发声的发声，八千好不好？对，八千，学一下发声的方式。OK， 我觉得起码真的来，我们今天你是最后一个参赛者，能够这么热闹的运用了这个舞台，算是今天所有参赛者里面一个很好的收尾。对，好的，谢谢妹姐啦。那么呢，这个至少我需要花30000块来学唱歌，你们大家都还 OK。每一位参赛者都相当的有企图心，但是很遗憾的没有办法，今天一定会有4位参赛者离开我们这个舞台，到底是哪4位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你觉得呢？现在呢，先让你花一点时间想一想，也让我们的评审老师呢算一下分数。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要来公布今天我们将会淘汰哪4位参赛者。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冠名赞助 McDonald's， 首席赞助 Zepter 赛普特精品电视。荣誉赞助立丰律师事务所、华美银行、中华航空、乐纯珍稀滋补精华系列、金兰食品、奥时宝马、晴天电讯，感谢协力伙伴。再次回到我们2015年东森新人王，今天为您进行的呢是我们洛杉矶赛区初赛的节目现场啦。这个阶段相当的残酷，要为各位公布的就是哪4位参赛者必须要离开我们这个舞台。哎，不过啊，在这个紧张的氛围开始之前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柔丝蜜美容美发学院的执行长伊娃老师。伊娃老师，你今天呢要特别我们颁发一个很特别的奖项，那就是呢我们的最佳舞台效果奖，针对哦今天几位参赛者，还有如果未来还有机会回到我们这个台上的参赛者，您有什么建议？我觉得这次的参赛者不管是男的女的啊，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在你的服装方面，因为我觉得像男孩子来讲就太居家了哦，对，没有那种舞台的效果。比如说你加一个帽子，加一个背心等等的，或是加一点稍微的一个挂饰什么东西，小配件，对，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有加分的效果。那女孩子的话，就是说除了服装，然后鞋子。还有就是说你的彩妆方面啊，要搭配着，比如你是比较动感的，那你就要穿的比较这种潮一点。OK， 对，我觉得这方面要搭配。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会有就选出一位？那这个的话呢，也就是说他在各方面，不管他的化妆方面，不管他的服装方面，还有他的动作各方面的舞台效果，都达到非常多的加分的效果。哇！非常的期待知道这一名呢能够得到最佳舞台效果奖的人是谁。可以得到的呢就是呢由我们这个赛普特特别提供的 SoundPal 蓝牙的无线音响哦。这一位朋友，我们现在就请伊娃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一位幸运的参赛者哦。对，就是11号的 Janet， 恭喜你！哇，伊娃老师今天为什么呢会选 Janet？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其实，在刚开始我有讲过，你看她的这个化妆，虽然她的妆不浓，没错，但是她能够显示出，你看她的，比如说她的眼线什么，让她的感觉上就是非常的，尤其她的眼睛就有那种很吸引力，对不对？就是、笑的感觉，然后她的服装、她的鞋子等等。给人家感觉，再加上他今天的这个舞台的表演非常的好，给人家每个人都会有那种眼睛一亮的效果。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会把这个奖颁给 Janet。我想我们所有的这个评审老师，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所以我把这个奖特别颁给 Janet。那我们现在呢，就请我们的伊娃老师来颁奖喽！恭喜 Janet 获得的是我们的最佳舞台效果奖。好，那这个阶段也谢谢我们的伊娃老师还有 Janet 喽。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现在要为各位公布的就是哪4位参赛者今天就是他们最后一天站上我们今年东森新人王的舞台。首先我们先来欢迎第一组的参赛者来到我们的台上，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台上。哇，每一位参赛者呢今天呢都是用尽了全力用心在唱歌，但是很遗憾的只能够有一位啦。啊，虽然说呢大家在比赛，不过呢这个此刻还是相当的紧张。我想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请呢妹姐来告诉我们，在这一组之中哪一位
今天会离开我的台上，跟我们讲评一下。先说这五个参赛者，其实每一个人声音都有自己的特色，在舞台的表现上，当然，因为有一些可能参赛的经验不足哦，还有可以再琢磨的地方。是。那今天要离开这个舞台的，其实他的声音是我个人觉得还蛮欣赏的，只是在技巧上可能还不够成熟，希望他未来还能继续回来挑战新人王的舞台。很抱歉，要离开的是龚彦霖。龚彦霖，不好意思。那么在这边呢，也恭喜我们台上的四位成功的晋级了。啊，彦霖，你觉得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今天必须要离开了这个舞台，现在的心情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就很遗憾的是，不能够请评委吃饭了，拿不到那一万块。还有你那200块，可能下一年吧。这个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呢，这个讲到了说，最后拿到奖金呢是要请老师唱歌。但是啦，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今天哦，跟每一位离开我们台上的这一些参赛者而言，今天的失败呢，其实就是你下一次的开始了。希望呢，很快的又可以看到你再一次回到我们东森新人王的舞台。谢谢你，不好意思，谢谢。哇，非常的紧张，现在已经有一位了，还有三位。必须要离开我们这个舞台。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二组的参赛者来到我们的台上，欢迎。针对我们第二组的参赛者，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请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赵老师来为我们讲评一下这一组。这一组啊，决定真的非常痛苦。我记得每一位的表演的特色，当然有的是以舞蹈取胜，是，有的是以歌声取胜。那我们今天必须非常痛苦的决定一位。我先宣布吗？麻烦赵老师。到底是谁呢 ？Jennifer Young。Jennifer， 在这边也恭喜四位参赛者来 ，Jennifer 到我们的舞台正中间哦。表情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会不会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是你淘汰？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会不会很惊讶？我知道我的 performance 没有 to my best ability， 所以我没有那么 surprise。在这边呢，还是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还是很希望呢，不要放弃掉唱歌呢这条路，继续努力。希望很快的可以再一次看到你回到我们的舞台，继续加油喽 ，Jennifer， 谢谢。哇，其实哦，就像我讲的，我每一年呢到了这个阶段呢，都是相当的紧张，而且呢是相当的痛心啊。但是没办法，我们这个舞台人人都想挤，最后只能够有一名东森新人王。接下来我们欢迎的就是第三组的参赛者来到台上，也是有一位必须要离开我们今天的舞台啦。来，在这个阶段，我想请的就是我们的尹涛老师，针对呢我们这一组，有没有特别几句话是你想要告诉他们的？我刚刚开玩笑说我要跟果冻合唱这首抉择啊，是真的很想唱。今天这五位参赛者真的是各有特色哈，是我们有 Sella 很会跳舞的，没错，那也有其他几位的歌声都非常好，但是最后终是要有一位要离开这个舞台。那么东森新人王每年都会办下去，我们今天淘汰的不管是哪一位，没错，就希望你们明年可以再来，因为大家都还年轻，这个舞台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发挥的地方，所以我们最后宣布的是 Brenda。 Brenda 你还年轻，真的明年可以再回来，她才15岁。 Brenda 来到我们的台中间，也恭喜呢以上这四位哦。 Brenda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说实话，你同不同意今天评审老师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还是你觉得你真的很尽力啊，你真的应该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让你来告诉大家。我觉得很公平，我觉得今天在这里在这个舞台上唱的都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然后今天可以在这里唱歌，已经 it's a really good honor and it'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so I'm really happy and I wish the luck to my friends in the back of me. 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热情的掌声了，因为年纪非常的轻，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呢，我自己都相当的佩服，年纪这么小能够站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有这么多位的评审老师，这么多台的摄影机，还有这么多位的观众朋友在欣赏，希望你继续加油咯，谢谢，谢谢。啊，好啦，
现在呢已经呢有三位了，最后一位哦必须要离开呢我们这个舞台的又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第四组，哇，来到我们的台上。好了，每一个人呢其实今天呢都是努力了，但是其中的一位朋友今天很遗憾的还是要离开我们这个舞台。接下来我想请到的就是我们的新人王教父陈亮，亮哥，针对我们这一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勉励？我想那是比赛，其实临场表现很重要，而且你如果犯下不可被忽视的错误，那真的是在比赛的原则前提之下是不能够原谅的，比如忘词啦、脱拍啦，甚至走音啊。那我想这个四个人当中将会有人告别，那我先去保送两个先上去留下来的好了，我们恭喜徐李慧下礼拜加油了 OK 李慧，然后另外一位潘杰明，恭喜你下礼拜见。好，这两位呢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是我两个都是在 audition 把你们救回来的，所以呢手心手背都是肉，当时看好两位的特色，很可惜今天都有发挥都有进步，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但在临场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可被忽略不可被这个原谅的过错，但是所以在这边呢首先要恭喜詹逸勋，恭喜你，下礼拜希望不要再忘词 OK， 所以黄怡恩我们下礼拜再见，你也没有被出局我们今天呢两位同分，所以下礼拜我们本来讨论五个就变成六个了，不要高兴得太早哦，因为呢下礼拜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希望你们好好证明我们的眼光没有错，好不好？来，加油！两位要不要继续加油？要，要。好，希望呢你们能够呢运用今天的好运继续加油，也希望呢我们台上的几位参赛者呢在下个礼拜能够带来更精湛的演出。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我们将会请到呢最精彩、最棒的学长学姐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面，都是我们东森新人王的冠军，他们呢会带来精湛的演出，而且、还会呢清点来选一下他们自己心仪的参赛者，在决赛会进行呢帮帮唱，跟着他们一起来演唱哦。更多活动详情，欢迎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ettvamerica.com 咯。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收看我们由 McDonald's 冠名赞助的2015年东森新人王，等你来称王，耶、恭喜，呼呼，恭喜啊哈，太好了，谢谢几位评审老师，谢谢，谢谢道老师，来来来，啊，现在回到我们的台上，呼呼，还有呢，我们辛苦的制作团队，掌声鼓励，谢谢，哎，太棒喽。好了，下周呢继续加油喽，耶、！冠名赞助 ：McDonald's， 首席赞助 ：Zepter 赛普特精品电视，荣誉赞助：立丰律师事务所、华美银行、中华航空、乐纯珍稀滋补精华系列。金兰食品、奥时宝马、晴天电讯，感谢协力伙伴。